接下来我们要到罗斯来续刷这一次的《不动明王地狱集》。那把普夫换掉，其实普夫在那个蚁王那一队也还好，没有说真的很必要啊。嘣嘣嘣，带走。好，第二关电击。非史抽队长不能太强吧？也不一定啊。只是观看，单看他们要把它做的多强而已啊。所以，也不一定非史抽卡他们就赚的比较少啊。有时候梦魇级大家吃的石头反而比史抽卡还多吧？我想，如果他们要出很难的话，对不对？更新好，边缘人普普动画只会高潮，游戏里面又被排挤。他就是，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哎、欸，他就动画里面相较哎、欸，不对，动画里面戏份最少其实是那一只火的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们戏份最少好像也是普普哎、欸。是吗？戏份最少的普夫好像只有负责出来放一些 buff 而已啊，然后就没有用了，然后偶尔高潮一下。至少那个火属性那一只还有跟大家打架。第六关。是拍什么影片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神魔的影片吗？有点不太懂你的想问的点是什么。好，接下来几技能就行了。跟木老五那边蛮长的。啊，对哈，也是哈。可能我对他有偏见吧。炸个板，带他走。这队大概打几分钟啊？皇冠三 combo 就可以过了。这队是最快的吧？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了。行，所以你有道我师的话，打这地狱级也是在双周副本的难度吧？完全没难度啊！来看一下这个。哇，最佳记录是不是 ？OK， 噔噔，达成一个成就，临时通关。